哎，好的好兴奋，要有棍子就到了。当时是在一个县乡的道路上，有一台车子可能是车速过快，再加上当时那个地有个转弯，车子就归到稻田里面。当时有两台公交车停了下来，把那个车子给它翻过来，司机和乘客没有大的问题。